不行。不，咱俩是不是好哥们儿？是啊。好哥们儿是不是得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？那他们也不行，人家是我朋友的妹妹，人家小孩儿。那我也不干啥呀，我进去。我他妈跟你说好啊，你别犯病，小心啊，不然咱俩兄弟变姐妹。啥意思啊？美女有对象吗？没有。你干嘛？你有事冲我来，人岁数小。你多高啊？一米八。你多重啊？140。挺好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哎呦我操！你他妈要是刺挠，你就拿颜面子杀杀。你今天就在这屋睡啊？不是，你坐这干啥呀？我觉得这屋床单好看。来，走，姐给你讲讲她故事啊。我觉得这屋床单好看。哥哥，我有点害怕。不是，这个才中午啊。你俩他妈怎么又整一起去了？走。这老妹咋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春天到了，她犯病了。你看看去。我上厕所去。等着急了吧？操！我他妈上个厕所的功夫，你俩又整一起劲儿，真看不住你俩呀。